云标题，官方回应云南一单位男厕配三名女干部，两人为员工兼任，监督男女厕所卫生来源。极目新闻记者于渊9月2日，有网友发布一张公共厕所监督管理公示牌的照片，爆料称云南省南建县委宣传部一男厕所内配备了三名女干部，引起广泛关注。9月2日晚，南建县委宣传部相关工作人员告诉极目新闻记者，网传的照片确实挂在位于一层和二层之间的男厕所内，但网友说得并不准确，实际上他们楼栋内部共有两个男厕和一个女厕，保洁人员并非只负责男厕的卫生。而照片中的所长和行政监督员均由部里的工作人员兼职担任。平时三名女保洁员除了要打扫公共厕所卫生，还要负责楼栋内其他公共区域卫生。而照片中的所长和行政监督员均由部里的工作人员兼职担任，平日里他们主要负责巡查公共厕所内的保洁和设施情况，卫生工作主要还是由三名女保洁员负责。